皇上，皇上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当初信使单单说5000精兵足矣，到如今居然要朕追加钱粮，还说什么兵心木不堪用。开封重镇苦守三月，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，岂容他从容练兵？老奴斗胆，若果真如孙传庭所说的，粮饷不足，兵士未经操练，那出关迎敌未必能有胜算呢。 孙传庭所率的，可是我大明朝唯一的精锐了。开封不保，则京城不保。倘若给了钱粮还不出兵，岂不是又养了一个何人龙？这，左兵部，再催其出关。是。